五股区新真理这次可以举办环保福利社促销特卖会，都要归功于里内平时对于环境维护都相当的用心，里长一家也都全投入了环保的工作，因此获得了新北市环保局的肯定。五股区新真理平时对于环保工作相当的用心，尤其里长一家人更是总动员一起投入，因此获得新北市环保局的肯定，而有了这一次的环保福利社促销特卖会。因为新真理呢，一直都是我们的绩优的环保里。他不止，他很早前就参加我们环保福利社，然后呢，又是我们环保里清洁里竞赛的五星级的里。然后里长呢，对于所有里民的生活，不只是环保健康，生活上面都非常的照顾。他是带领了里民，大家非常的尽心尽力。而且据我所知，里长是一家子都在投入环保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有这种特卖会的活动，我们当然第一优先就要找新真理。环保局借由促销特卖会的机会，也希望宣导民众多多购买环保商品。尤其近年来环保商品的种类越来越多，价格也越来越便宜，可以多多采购。我们环保标章的产品呢，是经过政府认证的，那是它是在从原料到制成到产品都是对环境友善的产品，是污染的性质已经降到最低了，所以说我们宣导大家呢多多使用有标章的产品。但我们当初推广之初呢，产品呢这些标章产品并不多，而且呢价格比较高，所以大家都有个刻板印象，有标章产品就高，没有，现在不会了。现在很多厂商呢都投入了环保的行列，所以说呢我们这样产品非常多，而且价钱已经很亲民了，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环保标章的产品。想要选购环保商品的民众，要记得认明环保标章。有了环保标章，就表示商品从选材到制作的过程，都尽可能的降低对环境的危害，使用起来更安心。记者沈仲林警于五股采访报道。